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拉一下这个三米高的渔网啊，看一下啊，这是加重的渔网，可以过来看一下。来，这个坠子的话，是加重的啊，整渔网的话六斤左右。来，开始走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拉了哈。拉网全静音哈。看一下这个出网的速度啊，三米高的大网，好，现在你看一下，现在基本上就拉完了啊。OK。拉完之后啊，我们遥控器啊一键解钩就好了啊。比方说我们现在拉完了，是不是我们把遥控船开回来啊，回来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一下，不要尽量不要缠到渔网了，因为这个渔网啊刚下上去的话它没有那么快就沉到水里去了。回来的时候避开刚下的渔网，等一下它沉下去的话就可以从这里上面过去了。 OK， 好，看一下啊，全船不锈钢啊。哦呦，